到了吗哥？就是这里啊。是，就是这家。就这家吗？嗯。在家的啊，老人。在家呢。哦，到了。这个房子小啊，这才有三四平米啊。对。这个哈尼族啊，哈尼族我不会讲哈尼话，你跟他说说。他双目失明，是吧？看不见啊。我讲汉语，你跟我翻译一下。可以。老奶奶，我来看看你了。听说你80岁了，双目都看不见是吗？80岁。他说80岁了。80岁了。80多了啊。80多。好，我给你送了个毛毯，送了袋米，把这个猪油，这个猪油也送给你啊。好。这双目失明吗？不容易啊。睡就睡在这个床上吗？这个床这被子都盖了几十年了，看着样子。啊，阿兹两个字。猪油。猪油啊。送给你的猪油。啊，我看看锅里边煮的什么，煮的是，他这个平时眼睛看不见怎么煮饭啊？这个就摸着煮了。那妈妈们基本500米才挣。500米才挣。这不是米饭，这个是一点。这是菜。煮的点菜呀、啊。嗯。啊，可怜了这个。那个小锅子是饭。这里煮的小点米饭。嗯，我的妈呀！那这个平时就自己摸着煮啊，他做饭的时候都是双目失明，那只能摸着看啊。对。没有儿女，没有子女吗？没有。好可怜啊！像这样的老人，我看了太多了，看一次心痛一次，看一次心疼一次。Thank you.
这个老人家烧的这些柴是哪里来的呀？就是村子里面好心人送来的。哦，就是村子里边那些好人送给他的啊。对对，好人多啊，好人多，难得。